沈腾帅还是刘德华帅？刘德华。刘德华。刘德华。华。你跟他争什么？请问《王牌家族》谁话最少？小童。华。沈腾。沈腾。再来一遍啊！请问《王牌家族》谁话最少？华华。这个我背了。不是，刚才我不是提示大家了，不管什么都说沈腾吗？扎心了呢。看腾哥，看见没有？什么叫家族的人？这就是家长会做的事情。我看出来了。腾哥假睫毛都掉了。啊，腾哥，我看不下去了。来来来来，怎么换位置了？实在顶不住了。我脸都给我滋漏了。最后一道题，我看谁要是喷了，下一季换杨迪。我跟你说，是吗？真的。如果是小童错了呢，也换成杨迪。对，不管是谁。